啊，其他四位其实纯粹的是来分享他们的创作的。是是，他们没有奖金、啊，反正也不缺钱，没关系、啊。真的吗？好，来，我们先介绍思婷。对，我主要是油画创作，然后因为我自己平常很喜欢看一些花跟草自然的东西，哦、自然的对、嗯，所以我就是画比较抽象的。这是什么香菇？等一下，下一次问他是香菇吗？香菇。对，因为我画是比较内心的情感的东西，所以有时候花的造型或是一些东西会有机的变化。对、哦、对。然后这张主要是我有时候碰到一些心情不好的时候画的。嗯。嗯对，我刚刚问他，我说你画这张是心情不好、嗯，因为你看旁边那个树都枯了，哦、然后颜色就会比较灰暗。一点点是是是、嗯，那就真的就是蓝瘦香菇吗？对，就是香菇的时候刚好就很蓝瘦嘛，对不对？就香菇了。不过确实很抽象哎、欸，那它有名字吗？你有帮它定名字吗？这一张叫做、心里的风景。OK， 对。Okay. 然后因为有时候，比如说我们当下遇到一些比较伤心难过的事情，那事后会去回想跟厘清事情的一些经过什么，所以我就把这些经过跟历程还有心情，就是。画成比较抽象的画，对。其实这个在画画的过程当中，也算不算是一种心灵的疗愈？嗯，就像现在很多人可能心理压力比较大，比较闷啊，借由画作也是一种抒发，对不对？对，就是我在叠或是把颜料刮掉，在画的过程，就是真的心里会慢慢的比较平静。对对对，就是算是认识自己的过程这样子。是是是。嗯，然后接下来我想从事一些比较印花设计的东西。印花设计。对，就是延续我自己的花的设计的图案去做变化这样子。了解。太棒了，确实这个画画很多的治疗啊，医疗也都有用画画在医疗。对。啊，他如果就是说大家心情比较郁闷的时候，可以试着去学啊，去静下心来啊，重新审视自己。而且讲到医疗呢，问焦哥。旁边这一位就知道了，他之前就有这个背景的、啊。什么背景啊？过去是在医院服务，对，现在就不做护士了。对，现在后来跟先生对专职，对专职做艺术家。哇，好，我们来看看淑瑜的创作跟他的风格，请介绍。嗯，这是伊凡，就是我永远的女主角。然后因为我个人比较喜欢古董的商品，过去也有贩售过，然后所以。我就是我目前的状况就是正在利用这个女主角，然后在进行一个故事的创作。那你刚刚讲这个伊凡这个主角是有故事的存在，是你自己就想设计出来的一个人物？目前正在画绘本，全部你自己想的。对，本现实世界没有这个 model 是吗？没有。OK， 所以这个他的这个就是造型确实有一点古典味耶。对对对。比如他穿的衣服啊，饰品，就是你讲的走这个古典的路线，古董的路线，对对对，哦，颜色很漂亮，你看它这底哈，这个 Tiffany 色有没有？对对对，你不要看它这样子，你去画画看。就要画到这么均匀哈，然后就是也没有什么，就是那种笔触的痕迹在，很匀很匀，好像壁纸一样，很难哎。啊，可以问一下，这要学多久吗？因为你是说你跟你先生那个时候学画嘛，学多久可以有这样的成绩？因为我当时是正在医院服务，然后因为接触到那个艺术治疗，所以我就想要了解这方面的知识，所以就认识他。我们大概认识到现在已经10年了吧，10年对。啊，你刚刚讲到艺术治疗是什么样的这个状态会需要艺术治疗？精神病啊，或者是因为我过去是在神经内科服务，就是失智症的病人。嗯，对，所以我未来的创作也都是跟医院结合有关，然后再用一些比较动漫啊、比较可爱的方式去呈现医院里面比较严肃的议题，就比较没有距离这样。对对对，又可以画画创作，又可以当帮人家治疗，这样子很好。那而且他也是多才多艺，他还会刺绣啊什么的。对呀、啊，之前画作结合刺绣很漂亮啊，对，都是很多才多艺的，又会刺绣又会打针，你看这种人哪里找，对不对？你把它结合的好好，对，都是拿针就对了。所以啊，各位下次啊，你们可以多关注一下他们的粉丝专页等等的哈，有时候办展览，大家而且很多展览都是免费参观的，对，好进去吹冷气多舒服。我也讲过。好，谢谢二位，谢谢，谢谢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的黄队啊，就要来面对奖金翻倍赛了。对，那到底呢是什么样游戏让我们来挑战呢？来看一下。影片介绍：球跃龙门，难度一颗星，限时60秒，将球穿过队友手持的圈圈中进洞，达成指定进球数量即过关。Are you ready? Let's go challenge!
玩球，我觉得他们对球很厉害耶。对，刚好今天都是碰到丢的哦。对，男生丢，前面都是女生丢。感觉男生丢好像。算，一个。好。好，要一定要过框框哦。对。哦。要过那个圆圈圈。两颗。三颗。四。哎，弹出来不算。哎，弹出来不算。所以这力道还有拿捏。对。不是说丢了就丢了。30秒。三颗。三颗。一直撞撞。12。掉出来。哎，所以那个力道不能太强。20秒。没球了，没球了，要捡地上的球了。不能捡地上的，要用完。四颗，五颗。没有了。篮子里面用完就没有了。十、九、八，没有球了，没有球了。你没看到你前面浪费了多少颗吗？你看看你浪费了多少颗，你看看。哎，来来来，中间中间，满地都是哎。所以前面抓手感，你算是抓的比较久。抓太久了，抓的比较久呢。你抓到大概剩下三分之一的时候才有手感，对，后面进的就很顺啊。嗯，要进几颗才有？要进十颗。十颗啊？他进几颗？你进六颗。六颗。六颗啊？那奖金折半啊。好啊。他也不差，交个40000块在口袋里。你前面已经有40000啦。对啊。所以我们要宣布了啊，这个阶段的奖金是5000元。好，还是恭喜。啊，整齐拿了45000也不错的啦。对，我真的就是手感，所以这个女生比较厉害。对啊，她刚刚很快就抓得到，后面就势如破竹。对，没错。对，你为什么要玩丢？你为什么要丢呢？因为之前她丢我丢一下，后悔了吗？后悔了吗？后悔了，对不对？差好几万。好，再次谢谢两位艺术家，谢谢。谢谢。好，稍微休息一下，我们进行人人有奖的 Lucky Number。Are you game? Yes.